今天我们简简单单吃个面包牛腿，挖个肉冻，哥，地上天王准备100斤的一个大牛腿，给他划成薄片，抹上蜜料，撒上辣子面、盐，给牛腿来个按摩，把牛腿绑到木棒上，加柴。点火，牛腿已经开始烤。哥姐姐们，创作不一样，请给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吧，谢谢了。咱们下个视频把牛腿卷到面包里面开吃。开始把熟的肉切下来，铺上洋葱。西红柿，铺上肉，盖上面包，倒上可乐，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好、啊，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人间美味啊。